大早安，今天是12月31号，我们准备要去露营。Hello，大家早安，我是火锅小队，这是早餐小队。Hello，我现在要去买酸菜白肉锅，只有我一个人。有点奇怪，我觉得那个拍自己的 vlog 超怪的，旁边人会被侧目，但没关系。好，现在要出发去买早餐喽，各位同学。我真的没有想到会跟搬家一样。会不会太急？啊，不会太急。我前面可以放。这里还可以再坐一个人呢、啊哦。我脚上还可以。那我们之后生小孩还有机会坐这台一起。还可以。然后去买锅贴了。家家香哦，那个啊，真，中和庙口那，对啊，那也很好吃啊，有统神他们去吃，对啊，我觉得不错、啊。那你觉得八方云集的锅贴好吃吗？普通。你不是很喜欢吃？我很喜欢吃八方云集。那八方跟真真香、家家香呢？我觉得说真的，如果你眼睛叫我闭起来吃，我吃得出来，吃得出来啦。没有，我没有吃得出来，是。这个人是谁啊？这个人是不是金妮妮呢？走，现在我们在碧谷花园在露营。妮琪，跟镜头打招呼。阿琛，阿琛。好，来吧，开动作吧。
现在正在用帐篷，弄得很辛苦，但其实也还好，蛮好玩的。我们的安哥正在帮我们充气。Hello， 丁景成，你在飞啊？你是小飞象啊？他是音乐老师哦。救狼哦，救狼哦，救狼哦！丁景成，你吃饱了吗？吃饱了吗？我们来跟他挥手，挥挥手，挥挥手，丁景成挥手，挥手，挥手。先生，先生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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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怎么都不笑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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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你会笑？这个是五妹，这个是三妹，哎，这个是二姐，这个是大姐。那个是四姐，哎呀，好像我生了三个小朋友。现在我们那个安哥在煮泡面，安哥，安哥你在煮泡面啊？我们的安哥肚子饿了。这个妹妹很想要跟你学厨艺，哦，好香哦。坐着，哎呦哎呦！她是妹妹对不对？她是谁？二姐。二姐，那我是谁？来，安哥现在接受未来一两年就会我的考验。哎呦。先来玩个游戏吧。我们来玩墙壁鬼啦，好不好？这里没人，非要上去的。那里呀，啊，就是摸到那里都可以啊。丢。日本三。好累啊！啊，找到了，你当鬼。欢迎当鬼来。他会给你抱，但是母性要出来。他是保姆队啊。小朋友在我们的
看不到。你要走开啦。安哥目前过得还好吧？那我们这位大帅哥呢？行，思考人生方向。在这里这样就好了。这样还蛮舒服的吧？在山林这样子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其实没有我想中的冷，对，还是说是因为想太多，没有，我觉得是因为我有戴毛毛的关系，我的头也一起温暖就还好。对，他们这里弄得很舒服。对啊，超赞。而且为什么我的帐篷看起来这么就是很不会这样皱皱的？可能我们当然没那么好看嘛，无所谓啦，先求一游吧。对啊，先求一游。你看，大家都在军备竞赛。好，可以放就好了。最近看了一个动画，很好看，叫什么《国王排名》？国王的排名，在不知啊。看大哥会不会来啊？我们哲明烤的孜然粉，孜然，孜然牛小排，要喝吗？你好吃吗？哎呀，大家都吃饱了，在乘凉了。小朋友在看我的平板。这里有大电视不看，看平板。你们知道什么是动力火车？一种很快的火车嘛，不是吗？不是火车吗？啊，因为有动力飞机，也有动力船啊。哎，进去讲话。可是你没在讲哎，你就在那边发呆。
来，新年有什么新愿望？没有啊。没有啊。就只有喜欢生日蛋糕而已。来倒数，阿嘉阿嘉倒数，那边五。阿晨晚安。